前阵子继肉麻式服务火锅、提供美甲区、按摩椅等旋风席台后，又出现了一家火锅业者公出杀手锏，推出吃火锅拍婚纱服务，包含提供拍婚纱吃火锅方案的客制化餐点、专业摄影师及各大保养品及彩妆御用的发型师，还有提供免费礼服拍摄。不管是想揪上闺蜜好友、男女朋友、夫妻档，甚至是全家福，通通都适合，价位都不变，预约至限量六组，还免收服务费，一般拍上婚纱动辄好几万，这边让你不止省荷包，还能饱餐一顿。这家位于台中南屯区公益路上的火锅店，外观气派，在门口映入眼帘的造型独特的大门，店内以黑白灰冷色调为主，配上五彩缤纷的花朵作为点缀。店内同时也有规划 VIP 私人隐秘包厢，店内环境宽敞，氛围都充满了时尚的气息。入口处右手边是一整面超大缤纷花墙，像极了摄影师全川石花百花绚烂的风格，美丽非凡。左手边特别为女生们规划了专属梳妆台，有着各式补妆产品，素颜也不用担心。拍婚纱吃火锅方案，客制化餐点，丰盛澎湃又美味。担任摄影师的本身也是这间火锅店的老板，拥有自己专业的摄影公司，也因为拥有专业背景与摄影师之眼能看得更远，所以将摄影与美食结合，创造出独家新噱头，让大家吃火锅之际还能留下美好回忆。